你小子不地道啊，我还在所里等你呢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，你那手上伤口怎么样？我看一眼。没事。别没事，我看。没事，大飞。我看一眼。嘿，你这包的什么玩意儿啊？我给你重新包一下。你看看，这都发炎了。这么大一个伤口，包的这么草率，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儿？我给你重新消个毒啊，伤口这两天别见水，见水更好不了。忍着点，以后对自己好点，知道吗？怎么还吸上鼻子了呢？哎呦，咱们所长那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不是为了所长哭。那你为什么呀？我是被你感动的。这感什么动啊？不就包扎个伤口，有什么可感动的？这是。大飞。谢谢你，谢什么谢？谢有用吗？得叫爹。大飞，我是认真。认什么真啊？你别认真，你现在立刻给我停止煽情，还有，保持一米安全距离。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可以进来吗？可以。不，你杨树，你这么正经干什么呀？你这不都已经进来了吗？你看你弄得我这一身鸡皮疙瘩。是因为我吗？就因为你。何继伟，出来一下。干嘛？叫你出来就出来，出来，快！我跟你一块去。火锅，这哪儿变出来的？夏杰的主意，我配合他，怎么样？想不到吧？你俩配合，一起去超市，一起下厨房，不然呢？你有意见啊？没意见，那我多吃点呗。这锅是夏杰专门从家里边搬过来的，菜是杨树买的。行行行，你们都忙完了，我正好大吃一顿。来来来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今天赵继伟是主角。都一样。哎呦，可以吃了吧？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放一下夏杰，什么时候下的呀？这个。我下很久了，吃了吃了，熟了等。哎，给我下点菜，给我下点菜。兄弟们，哎，先下点这个。